I'm so grateful. 啊，没有你们啊，我这段日子不知道怎么过。所以，真的谢谢你们。Om Rakhi。对你们的爱是非常的近距离的，是非常的真实，是非常的持久永恒 forever love。
forever.